邻国印尼已经解除了全国新冠疫情紧急状态，正式进入了地方流行病的阶段。泰国政府预计也会在七月结束这场大流行病。反观我国的新冠疫区公告将会在六月三十号到期，卫生部将会在下个星期向内阁提呈新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一旦通关，即将举行州选举的六个州属将会根据新的 SOP 来行事。卫生部部长扎利哈今天出席部门常月集会后告诉媒体，部门已经针对新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提出建议，内容包括考量国际新冠疫情趋势、国内确诊病例近况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等等。一旦在内阁寻求通过，即将上演的六州选举将会采用这套新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Bahagian kesihatan awam telah pun memberikan saranan-saranan untuk kita laksanakan SOP-SOP yang mungkin boleh dikategorikan SOP baru. Tapi selepas saya, insyaAllah minggu depan lah, kita akan bawa ke Jemaah Menteri dan selepas itu kita akan buat pengumuman. SOP PRN akan tergantung kepada SOP yang baru nantilah. Jadi insyaAllah kita tunggu minggu depan.另外，针对合约医护人员转正后出现人手短缺的课题，扎利哈发文告说，卫生部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从七月开始分阶段将完成实习的医药官员调往缺人的医疗机构工作。根据卫生部的记录显示，一共有3226名医药官员在今年的下半年陆续完成实习和强制服务。到了七月和八月份，分别会有675名和1150名医药官员填补职位空缺。扎利哈说，公共服务委员会已经向4914名合约医药官员、牙科官员以及药剂官员提供永久职位，但是有七名医药官员拒绝接受转正。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